啊。80公分宽。嗯，这样呢，来一个北川区512事件地震与5月2日这个北一中遇难学生的纪念碑。哦。12号就是一个那个。啊。他11号打的，11号晚上打的。总共他存在了多少天呢？存在大概有5天时间打。砸掉的理由是什么呀？他说聚众闹事。聚众闹事。他把这个志愿者俺也抓到绵阳去了。志愿者抓到绵阳去了。啊。有几个志愿者被抓了？那个我们就把。就是北京 QQ 群的志愿者，他在那个地方给北川的死难师生，也不光是北川中学的，给他们的死难师生建立了一个纪念碑。后来这个纪念碑就被青岛特警用机枪给打碎了。打碎了以后，这些家长他觉得，家长他认为这个纪念碑是北京的志愿者为他们的那就是死难家属，死难者建的。所以这些家长他们就把这收集了很多碎片保存起来。当时我看到就想到这个我心里边想到就是北川的这个纪念碑它还能够有恢复的时间吗？这是我又一次来到北川中学，这是离第一次已经有100天了，整整100天以后再次来到北川中学这个悲惨的现场，我的悲伤的心情还是没有过去，因为这一次天灾也好，这个人为也好，它的一些原因还没有查清楚。那么在5月16号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北川中学的这个现场，当时有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讲到根据我的认识，就是北川中学的这一块大面积的粉碎性的楼房坍塌，特别是学校建筑的粉碎性坍塌，造成了大量的中小学生死亡的这样的事故，我认为是这个3分天灾7分人祸，而且这个中间人祸的因素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么这个地方按照政府的规划，应该是它的所有的建筑应该是齐度设防的。齐度设防是什么概念？齐度设防就是多遇地震不裂，那么这种常见地震可修，罕见的地震不塌。同时呢，对这种学校、医院啊、幼儿园这样的公共建筑，在抗震的规范里边设计要求
是一类重要建筑，分类是叫一类重要建筑。好像可以了。最奇怪的就是这一栋，这一栋是1970年代修的一个旧的砖混结构的建筑，啊，这个建筑是，2004年报的这个二级危房，已经报了申报了三年了，因为没有钱，房子没有撤掉。现在你看这个建筑是整体完好，离这个粉脆性坍塌的这个主教学楼也就10多米的距离。这就真是一个奇迹啊！这个5月15号来的时候，还听见里边有小孩，他们就叫这个消防队员去施救，消防队员说听不见，啊，当时他们往敲这个里边都有回答，第二天来的时候再敲，就敲不应了。地震的因素我们是没法去追究的。但是我们对地震，我们有建筑的设防的标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北川中学的这个主教学楼有没有达到七度设防的标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问题，而不能说是因为地震所以倒塌。那我们还要建筑设防标准来干什么？打的这个洞，就是日本救援队他很有经验。救不出来，这个他们经常对付这个情况，就是把楼层打穿，楼打穿，打到一层有人了，就掏出来，然后再往下面又打，从3层打到2层，然后再打到1层，一层一层打下去。这就是救援经验，有点很重要。这样救出来，在这个楼里边救出来20多个中学生。有600-700人哦，就是还没掏出来的，再有600-700学生，这个人，街上恐怕还有1万多人，1万多人有多无少。这边老街基本摆完了的，莫把中学，莫把职业高中，基本都死得差不多了。下面去开，这里开始。
怎么回来了？从这边过去，这边怎么通？北川的这个老县城，沿着山边的这一条叫渠山街，从1952年北川县城搬到这里，当时只有72户人，329人，那么发展到现在将近40万人的这个城市的规模，那么因为这个对面这个山叫王家老爷，一直就是一个地质非常不稳定的地方。经常下雨天的话，或者小地震的话，它山上就滚石头下来，所以北川人就很早就提出要把县城迁到老的县城去，但是由于没有批准，那么他们就开始把市政的一些政府机构迁到这个简江的对岸，叫毛坝，那个地方叫新县城，叫北川新县城，这个地方叫北川老县城。那人的思想比较麻痹了，所以这一次大震来的时候，大家也没有防备，而且这么厉害的地震他也没有办法去防备，整个王家老爷是向前平推100米，把整个渠山街这个老县城里边应该有10000以上的常住人口，那么加上暂住人口应该接近20000啊，那么基本上没有跑出来多少人，这个就是目前从城市来讲破坏最惨烈的一个现场。是这个现场，现在是毛坝中学是整体的把整个学校埋在里边，根本没有办法抢救，没有挖出来一个人，包括北川县民政局局长的小孩都埋在里边。他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去救其他的人吧，他自己的小孩没办法。王家老爷那边老县城不识货，现在在毛坝这边也是很不识货的，这边的山体垮塌也是整体垮塌，县的行政中心、县政府，这个商务中心迁到这边来，是从90年代开始，陆陆续续的往这边迁移，包括学校。但是这样同样，这边同样不是一个适合的县城的一个地方。从这一次这个龙门山断裂带这么多巨大的破坏，城镇的破坏，工矿的破坏，企业的破坏，说明了在龙门山这个断裂带搞这种人工的工程和这样建城市的建设一定要慎重。我觉得特别从北川的这个事例，特别是北川这个新城区啊，毛坝中学这样的情况来看，我们要反思今后我们这个城市的选址，要避开地震活跃的这个断裂带，而且要在有生态环境的容量和地质环境容量的地方才能够适合人类的居住。所以通过这个毛坝中学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应该重新考虑我们四川的整个龙门山开发战略，应该做一些更深远的考虑。谢谢。
提笔就死，这个因为它前面有一个铺垫，这个铺垫就是64天王的黄旗，因为为了这个学生家长维权被抓了。然后以后是广汉中学的刘少坤老师，因为给我们成都读书会的介绍北川中学的老师来讲他们的这种情况，那么也被公安机关抓了。那么别人说好事不上三了，我就算第三个吧。我也预计就说我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很可能就是给我抓起来判个3年5年，我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大灾难面前，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大家都是缩头乌龟的话，我想这3年5年我跟大家不见面好一点，不在这个世上，我在另外一个社会中。等到以后大家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深刻的反省，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特别是做中国人，特别困难的做中国人，那么这样这个北川大地震牺牲的这么多人，为这个事情被判刑被付出生命中的几年的时间，这样的代价我觉得是值得的。由于政府信息前后矛盾，互相冲突，加之信息发布内外有别，隐瞒公众，因而受到怀疑，引起海内媒体广泛关注。我们认为真实可靠的信息只能来自直接利益相关人、家长群体，因此我们建议开展一项公民独立调查，并建立一个由遇难学生家长提供并确认的512死难学生名单，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真实可信的512学生档案，为司法实践和科学研究提供凭证。原名是那一个，所以不是。他见到赵氏，你把你回去调查嘛。要不然我摆放了去。你回去慢慢帮我想，想了帮我填了。我填了。就丢到这信封头，贴个邮票寄起来。好好。晓得不？起码都还有好多给你填哦。哦。他还没填完。填了你拿到嘛。哦。还有那个王思琪。还有王思琪。王思琪。你写的嘛？王思琪，他们哪儿名字不晓得？王思琪，还有欧成，好多人都影响。我们一个小组，我就遇到一。是贵很，我这个很贵。5年，我等。要回去慢慢想。好好。一下对不起。不是，有大人名字不晓得。他是留学校班。都是学校班哈，你要学校班咋这么多呢？你可惨了，我跟你说，这家长群。还有欧成。何志远。嗯。啥子远？辫子的远。哎。辫子的远。陈元斌，陈老师。好说的嘛，乖。你脸上这个是咋个弄起的？大的。就是地震的时候。嗯。都看。其他地方有伤到没有？就是当时掉下来的东西打到的啊。嗯。掉下来啥子嘞？砖。砖。嗯。就打到脸上。哦。当时你昏没有呢？没有。晓不晓得？晓得。不晓得啊？嗯。痛不痛嘛？痛。不痛啊？那么就是打到那天之后，打到这儿就痛。嗯，这下咱们医院都张大还要去打嘛。嗯，去打嘛。嗯。懂，大家懂。就是从这个地震发生过后，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嗯。做工作呢，我们本
然后呢一个老百姓的版本。嗯，公是我们九龙镇的。哦，珠海九龙镇。哎、嗯。你说那个年龄都没谈过。我们现在暂姑且不是说咋个去追究责任，咋个去啥子。他一旦进入司法轨道啊，就是如果没有真实的啊，比如我们九龙小学死了就是五个，就是六个，或者108个，或者多少，只要有这个家长权利被害数。你任何事情，它回到一个真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重新看。也是我们有时候收集很多学生的问题，家长怎么样？哎呦，真的优秀。报告老师，本班一到30号人，10到30号人，报告完毕。同学们好，今天呀，同学们的精神都非常的好，老师很高兴。如果是不说这个门，那这儿你都是跑出去的。你挨到那个，我送他的念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他就住在那个离大门不远的两间呢。你那个他也跑不出来吧？应该是跑得出来的。他们是哪边？问你们哪的？嗯？你们哪的？成都哪的？成都的。哎。啊。了解情况。有啥证件我看看。啊？有啥证件我看？需要啥子证件？啊？需要啥子证件？你该出示证件都要出示。不是，这个是。啊，谢谢。以下是关于此项公民独立调查行动的初步调查成果以及相关情况汇报。一、调查目的：整合初期在校舍垮塌现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表示过要认真追查学校建筑的豆腐渣工程，已经查实绝不细。6月5日以后，这类表态从公共传媒上完全消失，代之以利益相关部门如教育部门、建筑部门等的责任官员的不实言论，以及个别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两会之后，卫红副省长宣称512地震中没有发现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原因为地震烈度过高。政府信息应该是严肃权威的。哦，你这儿还要加上一个内容，它还有一个表示，就是到目前为止呢，哈，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嘛，导致对学生的那个死亡人数呢，不能够做一个确切的一个数字，就是没有确切数字。我就这边把加起来。这个其实那个概括，还有些媒体现在已经10个月还弄不出来啥子原因嘛，有些说是因为家隐私，因为啥子，不可能。也都不去答他了，就是直接问题不去答他。我们说主要的，这个要尽量浓缩，因为是调查报告。余生在内的遇难的人员的公布，我们根据中央有关部委一起商议的精神，那么要进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要进行详细的核实核查。它有遇难的，有失踪的，拍一下政府东西，这是我们目前做到过的。最初的时候，我们是以为政府会提供这么一个名单，向政府去，我们想要到这个名单，但是没想到是比我们预想的是要非常的困难，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官方的渠道去取得这么一个我是觉得每个公民都应该了解的一个真相。而且也是正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让我们更加的想得到这个真相。为什么要得到这个真相？就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关于豆腐渣工程啊，关于这种校舍的这种结构啊、建筑质量的问题，我想这个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也是不可以不可能被这个轻易的就能够掩盖过去的一个事实。但是你会发现地震到300多天以后，两会的时候呢，四川省这个副省长吧，在谈这个地震的问题的时候发表2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关于人数统计和学生的这个死亡人数统计的问题上，他说这个是太难了。这个说法显然
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是最严格的户籍制的一个国家，它的另外呢，我们也同时知道所有的学校，它有很清楚的这个数字，所以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在敷衍，另外一个呢就是故意的要遮挡这一块，因为这个死亡学生数字确实涉及到了很多问题，它是一个追问的一个基础。我们的政府应该做一个遵纪守法的政府，政府如果都不守法，让老百姓怎么守法？所以我也想，这个事情最好的结果是通过对这个灾难的反思，对人祸的追究，让我们国家重新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哎，我说谭主任，你再加一把火你就进去了。他说不得。哎，我说反正今天我们两个先把那个话说清楚，就是如果你进去了不会自杀吗？他说肯定不会，不会自留嘛，也不会。哎，那我就放心了，因为26号的时候他两个才谈这种事情。我们两个是说的，因为基本上隔三差五都在说这种事情。他说陈国宝又把他喊去喝茶了。我说如果你进去了，第一不会自杀，那么就不会出现非正常死亡，第二不会自留，那么出来的时候不可能身上有任何伤痕，第三如果要喊我拿钱取人，你放心，100块钱我都不得给。建议调查实施，从调查统计死难学生数量走向调查研究遇难学生死因，从公民独立调查走向网络公开征集，并引起社会关注，已经具有更加积极的行动意义和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我们希望公民独立调查、网络公民互动、政府主动公示、媒体广泛关注、司法提前介入等各个方面都按自身职能要求正常有序的开展，争取良性互动，使该项调查具有多元的形式和更加积极的社会意义，有利于促进公民社会建设。通过初步调查了解了各校学生死亡的基本情况，发现了一些从没见出任何媒体报道的地震校难情况，同时也了解了各地家长依法维权具体困难和挫折心境。在本次调查基础上，我们将开展更加深入的延伸后续调查，工作重点是调查校舍豆腐渣工程情况，为家长依法维权提供更多的依据，促进地震校难案早日进入司法程序。调查统计资料21份，超过4000人，调查表格回收32份，超过300人，影像为现场访问录音、录像、摄影部分遇难学生照片。问天各大人啦，今天来了呀，同他们一起来呀，我的曹志伟呀，曹志伟呀，来一回呀，都伤伤心心的哭一回呀。人家黑花呀，送白花呀，我白花来送黑花呀，我的孙女啊，奶奶的心啊，苦断肠啊，那头看到啊是弟弟呀，那头看到啊是姐姐呀，再给几百匹啊，路给几百里呀，几千里呀。这段时期了，我发现呢，这个社会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体。那么这个政体本身呢，在某些方面看着好像这个很严谨，但又同时呢又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承担任何责任的这么一个政体，所以呢又好像是完全没人管，所以这个东西变得非常的情绪化，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呢，实际上在这么一个
集权的这么一个国政体下呢，它实际上最大的特征呢，就是削弱这个公民的这个知情权和他们的责任。哎，我是搞地理的，我就是蛛丝马迹的一点东西，还搞考古。搞地质的地层上那个埃层是一本书，甚至恐龙的足迹就证明这是恐龙，有多少恐龙，当时的什么东西，那是多少多少万年甚至多少亿年以前的事情都抹不掉，何况现在这种场面，我觉得至少作为地理工作者来讲，觉得简直推不掉。我只有解释一下，让真正证明了这个确实不是，那才是想抹掉历史是抹不掉的，而且你这根本不叫历史，昨天发生的事情就变成历史了吗？比如说我们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我们要求政府对这个问题有说法，我们要求你公布这个受灾害的或者死亡学生的名单啊，我们要求公布一些基本的这个调查的一些正规正式的报告出来。我们在通过这些新闻的舆论的政治的这样的空间，把这个事情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才能够发现了法律上的那个技术性的那个切入点。好，你政府不愿意做，我可以做吧。其实你说这个调查这个学生死难那个数目的，政府要想做的话有什么难的，又何必拖这个一年。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有一个有一个文件下来说清查这个没有交这个学费的学生，我相信一周你就可以查出来整个是这个四川省。那你查那个就是开学之后有多少学生消失掉了，多少学生去其他地方了，你居然花一年你都不查不出一个准数来。那么像艾薇薇、谭卓仁这样的公民，他们站起来说我帮你查行不行，我来自己查，而且呢我这个不是为了你政府做这个事情，我是作为一个公民来实现我应该做的一些责任，如果我现在不查，越往后拖可能越难查。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大家有一种特别强的一个意识，就是在这么大灾难发生之后，当有人想掩盖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尽自己一点点力量哈，能找到多少资料找到多少资料，来像那个像艾薇薇经常说的，来拒绝这个遗忘，来拒绝这个掩盖，来保存好这些资料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一些工作了。所以我们觉得呢，应该从具体的事情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就是，你尊重个人自己的这个情感，还有你自己的一些直觉，还有你的一些最简单的伦理判断，对不对，是非，还有事实真相这些。最基本的概念，然后呢，付诸行动是很重要的。我们那次不是检查吧，是江油，是太平镇政府的综治办和太平二中的校长老师。那为什么打你啊？因为我在那个第二次路过太平二中那个原址的时候，我就在围墙外面拍了几张那个空空的校园的照片，结果校园里就奔出两位中年女校工，就把我给拦住了，说什么也不让我走，然后就给校长打电话，女校的人陆续都来了，抢我的东西，然后就打我，他们用脚踢我的头，踢了脸上踢的都是脚印子。全是砖下面，马上！我还想走嘞。他东西可能少了一半多了。被警察收走了。对，因为以前堆很多啊，这个地方也满的，然后桌子上也很多。登记登了两个小时。你就当天晚上回来才知道？不，我当时就知道，因为小萌就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妈，有一大堆警察来了。我说有多少个啊？他说好像有十多个吧。他
他的印象也是那个。你自己觉得你有没有办法帮到你爸？不晓得，可没啥办法吧。我说好，你把门打开，听他们怎么说。然后，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也不让爸说什么的话，你就给他们打招呼，就说你们要把我爸带走，要一定要给我妈打电话。然后可能折腾了两三个小时吧，他就跟我说他们已经走了。就爸给他做了一个很酷的手势，然后走了。我说你呢？他说我就，笑容满面的跟他说拜拜。哇！四川省政府今天上午召开5.12抗震救灾周年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灾后重建进展、地震遇难和失踪人数统计等情况。发布会透露，四川全省因地震遇难和失踪人数与抢险救灾期间的统计数字没有变化，分别为68712人和17921人。经过学校和教育部门核对，地震中四川省遇难和失踪的学生共计5335名。您三位就出来能来接受我们采访，您会不会担心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付出的一切都是为孩子。Just after the earthquake it happened, what has happened since then?就是一年以前我们就在地震过后不久采访过您，然后现在已经快要一年过去了，就是您能跟我们讲一下就这一年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质量问题根本不去直接的面对我们这种诉求，我们心里像我们本来就是凡是有眼睛的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那是豆腐渣工程，但是他们就从来不直面这些问题，全部都是回避的，就是派了一些那些专家调查组啊什么的来鉴定啊，都是敷衍我们一种走过场的过程，根本就调查也没调查个什么结果，鉴定也没出个什么鉴定报告，就没给我们家属家长。经过调查核实，目前没有发现建筑质量问题造成房屋在地震中垮塌的案例，若一旦发现此类问题将依法严肃查处。如果是地震造成的，如果是真的是天灾，我们就认了，但是不是天灾造成的，是豆腐渣工程造成的，我们必须走这条路。政府如果不给我们一个当地政府不给我们一个说法的话，我会继续走下去的。Okay. No good for here, unfortunately. They won't let us in.现在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我如果是坐，你说你们意思我坐个车子过来吧？啊，就是要弄证子的时候嘛，嘎。我们这样子，我们把我们那个比较醒目的东西放在那个后备箱里头，然后呢开到他们那个证子附近去换车。而且我请他从棉竹，就从福
是复兴镇出来，他也走不了。紧哦，电视相关全部是出动违章犯，那是政府给开工资嘛，他们就在收我们。有好多人收了。反正我们所看到的，起码就这儿周围，起码得有七八个。就是收这几个家长，收一个家长都是五六个，他们主要收到这些，平官都是五六个嘛，是，收毕竟出来，三次上访都没有接到结果，但是专家来鉴定过，对，鉴定过，但是没有出报告，根本就没有，他们现在那些就是那些就是全部取得证，全部申请起来，没根本就没有去鉴定。我们啊，政府跟我们接触这一年来，照他们说的，就是这房子就是地震造成的，因为裂度太大，就是这种范围太广，就是地震造成的。但是我看见你们的录像里面有一段，就是家长运了很多建渣出来，晚上的时候。哦，那是我们偷拍的。对，是你们偷拍的。对，你是晚上吗？哎，晚上就在里面，就是运了很多建渣出来。嗯，那是我们晚上，因为我们放心他们那个鉴定嘛。当时您在场吗？我那天是我在拍。哦，是你在拍。哎，我不知道有一些没有拍好，因为第一次拍嘛，都不太清楚。拍得非常好。但是那天。你们知道艾薇薇他们志愿者寻找遇难学生名单这个活动是吧？我们听说过，要是真的不公布他们的名字，觉得他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觉得心理上很不平的。我觉得让社会能够知道，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伤心澎湃，觉得让大家也能够记住他，起码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永远的记住他。他是这种灾难的这种遇难者嘛，就是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今年十月份的一个展览在德国，那么这个展览中的一个部分呢，是以四川这个地震的题材来做的。所以我呢是一个艺术家，实际上我觉得呢，今天的艺术形式应该发生变化，不仅仅是所谓的油画、雕塑，而应该跟网络、跟社会、跟这个社会的变革，能和这个社会发生更加一些有效的关系。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在，就是之前在没有做这个工作之前，我们了解到的地震，在网络上就是一个数字，当。很多的名字堆积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忘不掉这个事情。现在我的同学可能已经忘掉这件事情了。这个什么重要？这件事情重要？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我要看到底是属于问这个事情，我要问一下他，就是问一下观众，你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吗？如果你觉得不重要的话，我没必要跟你解释，这是一件多重要的事情。如果你重要，你自然你会去参与了，怎么样去帮助这个行动，然后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不重要，那么你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我认为它是有温度的，是有温度的一件事情，就这么简单。还有人当然说是这个你们是不是特务啊，这是国家机密，所以这个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场里面的一套做法，就是说把信息公开，把这个公民的问责，把这个都认为是如临大敌啊。我们尽量做到我们最好就可以，最后提供一个这么一个档案吧，就算是。这个名单是什么名单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公民调查已经核实的，都江堰县河中学的已知的遇难学生名单。我
遇到困难可能就是知情人知道的信息都不完整。第二个困难有可能是知情人都被恐吓过，不敢告诉我。你是怎么介入到这个公民调查里边来的呢？就是因为胡杰发了一封邮件给我，这个邮件里说，他说我的朋友那个谭作人被抓了，然后这个邮件里边有谭作人写了公民调查的一个倡议书，然后我又去搜索了一下谭作人之前写的一些文章，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生气，这么样一个人写这样文章的一个人，怎么能就说抓就抓了，而且还有那么荒唐的一个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样的罪名，就实在忍无可忍了。我说我马上我就给那个艾薇薇写了一封邮件，报名参加他这个公民调查的这个志愿者。现在他们来调查学生名单，家长愿不愿意学生公民来调查学生名单？当然，我们当然愿意啊。为啥子呢？这个我就说，我来人就是来人，我们是为了目的哈，就是要还娃娃个公道。现在哈，就是我们来人就是，为啥子政府不管这个豆腐渣工程？到如今，也是没有政府没给每个民工的答复。我的。我们这些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我们这个公民调查的发起人叫艾薇薇，她是一个艺术家。我想也请你知道这一点，就是我们不查清这些遇难学生的名单，就是这种格式的，包括生日啊，包括在哪个学校啊，家住在哪里啊，这些信息我们是不会停的。就算我不来了，还会不断的有人来。当初是有那个是温家宝不是来说，中央中学是来，就说过呀、当时他流着眼泪说的哈，是要彩查此事哈。结果最后呢，所以我们来自有不是你们大概有听到说没有？来自说我们示威呢，结果我们还走了，慢慢走那个二环路，走了二环路就把我们拦回了。当时哈是好多警察。往哪儿进去？哦，咋是那个的？一个，你那个是啥子？是，哦，对。男孩吗？女孩？女孩。你是个女孩。然后再下来一个田丽。田丽哈。也是女孩。你们咋晓得呢？潍坊就是她是潍坊。其中她是修轨了，她原计划是三层，是修轨了。是不准他来那个上头边来检查不合格。学校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房子全部没有到，就来学校也摇就瘫。到底有没有专家到下午中学来呢？来嘛，伢来当官的就去把引进去，搞就引进了。有专家来。有。晓不晓得名字呢？不晓得。不晓得名字。我们和是哪个机构和哪个单位的呢？不晓得。都不晓得。不晓得。有没有家长参与了？没得。凡是遇难家属不得哪个，二两天我们就赶场都不准备去，你还不要说你还参与啥子的你。真的哦，我们就赶濮阳都受限制的，就是说每个三儿检查，每个摩托车检查，每个班车检查。做音乐跟很多音乐人做独立音乐的，做独立音乐的，一看就知道是搞艺术的，对，还有这小谢阿姨，小谢阿姨是作家，别抬举我了，我就家庭妇女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没事，你们应该到我们学校了，我们没去你们学校，你们学校那个全是封闭式的，哦对，你们去不了，现在是进不去。不是进不去，是采访我们就是不允许。现在不允许采访。对他，因为上次那个上海教育局的过来，然后和我们教育局一起过来找我的时候，他们就说以后就是要采访抓怪，必须抓油怪那个，对，必须经过教育局。
然后首先你们要拿有那个中宣部的、宣传部的那个批复，哎，我们都没有。然后再到教育局去申请。然后哎呀，上次有一个记者也是过来采访吧？我们也不是记者，我是做纪录片的。哦。我是想做一个纪念512因校舍垮塌而遇难的儿童。就要车子嘛，看着。哦，要写这部门的嘛？去年就二多的雨嘛。又是记者，我又不是特别想接受采访了。我觉得记者过来他讲，因为很多时候记者就谈一些，第一他让我谈一些官方语言，而且还有一些记者他就是老是让我提一些地震的事，我觉得提起来就是很不舒服，毕竟都过了快将近一年了嘛。就这个韩系地震调查报告，因为上次我来过，今天是第四次。像了，像了，对，谢谢你们了，没有，真的很谢谢你们。韩系地震，就是以前我初中的母校不是垮得很严重嘛，我觉得他应该去把背后的东西给报道出来，不要就是表面上啊，大家都很坚强的在那里抬玉石板啊，挖人救人啊这些，我觉得他们应该试图去爆料一些背后的事情。你了不了解任何背后的事情？可能有一些吧，但是那些都是第一，不能特别确定的一些事情。然后第二呢，这些东西是真的不能说出来的事情。所以说背后的一些事情呢，是我觉得更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对。总共的遇难学生人数是5335人。首先应该有每一个人的名字，对，因为这些遇难者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就生存过十几年几年，但是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过去马上就一年了，对呀、啊，还没有这个名单，所以艾老师就是说倡议大家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把遇难学生的名单查清楚。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了吗？政府这个首先法律是允许公民有知情权，法律规定，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知情权。什么叫知情权呢？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的公民，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四川地震了，我想知道四川地震遇难者的名单，就是有这个权利全部。还有一个有监督权，就是比如说四川政府他对这个灾后重建和地震灾情的调查，他做得够不够好，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作为公民是有权利去监督他们的。你刚才说的是你提的问题是什么的？我就说你们做的这个调查究竟对这个社会啊能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我这样子，我先反问你，你认为我们做这个调查有没有必要？这怎么说呢？对于公民来讲还有必要，但对于政府来讲他就没有必要。你说呢？你认为没有必要这种话？其实这个数字我们作为当地人，这个数字大家都很了解，对，究竟我们这儿死伤多少人大家很非常清楚。因为你的那个数据它必须要有科学性，那么要有科学性呢，我们就必须要有名单，用名单来称这个数据，一步一步的来把最后的一个真相告诉给大家。海天号就是我们的公民调查的一个表格，如果你比如说你知道你的那个认识的人他们有孩子遇难，把这信息贴一贴，可以发短信给我们，也可以打电话，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信息。两种可能他会停下这个调查，就在他开始公民调查之前发的一个博客文章，一种是他不在了，一种是名单完成了。您现在博客的点击量是多少？好像1030多万吧，1000多万。没有遇到过被屏蔽的情况？我还没有。有时候因为写是深夜，或者说甚至在国外啊，或者是有时候会觉得很痛苦，有时候会觉得一个人进到了一个很深的一个隧洞里面，因为周围你会感觉到没有人，然后你必须往前走很远，然后当然你不走这么远的话，
你不可能把话说清楚，但是你把话说清楚的时候，那确实有危险，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常常会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挫折感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有的，但是也有满足感，因为你会发现有同样的人，关心着同样的事情。你写的信，我问那个看守所的，我说我给谭主任写的信他收到没有？嗯，他说反正只要不关系到，这个案子的问题都应该收得到。我说我要想明白到底收没有收到。嗯，他说哎呀，这个你要去问下他的管教。嗯，我说那哪个是他的管教呢？他说你经常打那个电话吗？认得。所以说我给小萌说，我说，哎，你看爸的信，他说我总想用一个什么方式来把你从那个危险中摘出来。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和你离婚嘛。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那个婚有啥离头嘛，反正你要做那个事儿就做呗。我说那就坐牢，坐牢等他出来呗。中国人有时候你会说很柔弱，但是呢其实呢又很坦然，又很有忍耐的这种精神，很无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感人。我看你还给你爸爸写信了。嗯，就是报告一下家庭情况噻，还有就是喊他好好过嘛。你觉得他啥时候会回来？5.12过嘛，或就是64嘛，再久点的话我就不晓得了。你觉得和64有关系？应该有。他跟你说了不？没说。那你咋晓得呢？我妈说的。要是你爸爸出来了，你还会不会劝他不要这样做，或者说你想跟他咋个说呢？没有啊，他还要这样做就随他去噻。要是有风险呢？嗯，反正他喜欢做这个嘛，就让他自己做嘛。那你不怕警察再捉他？再抓个乖又再出来噻。吃亏了。啊，主要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阻拦不到噻。你阻拦过没有？没有。你觉得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不晓得呀，不咋说得出来。你想几个词去形容他？不晓得。想不出来。艰辛，我不离去，请相信。
信我，我不放弃，我们的心靠在一起，你别放手，紧靠着我，我要我们在一起。天在等，地在摇，我用胸膛为你遮挡，风在打，雨在下，我用肩膀为你作墙。信我，我在前行，不管风雨，我奔向你。请抬起头，你别哭泣，不管艰辛，我不离去。请相信我，我不放弃，我们的心。着我。